今天有申请这张卡片，我觉得它的优点是什么？它是宜兰的那个好像是什么认同卡，对不对？好，宜兰认同卡，但是呢，它其实有一个优点还不错，它就是有自动加值50块，好送那个只要加自动加值一次500，它就送你50元，然后连续可以拿6个月，好，所以你等于是最多可以拿到300块钱。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有常常使用悠游卡，但是又没有去抢到这个所谓的JCB 自动加值10%的部分，你倒是可以把这张卡片办下来用哦。它就是前半年的部分都有这个优惠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。像我常常去家乐福买东西的，我就把这张卡片拿去那个家乐福进行自动加值，那它这部分我也可以拿到回馈这样子。